这个长春我们单位有剧场，对啊，我觉得吉林观众爱相声，哎，通过刚才大家伙的这个互动来说呀，嗯，观众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很热情，好事儿啊。是，可能呢演员呢、啊、名气比较小哦啊，但是呢我们也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哦，简单的介绍。哎，对了、嗯、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哦，先介绍我。哎，对了啊，我的哈基米，哎，叫做，听着跟狗似的呢。就说搭档就可以了。我的搭档，哎，罗威纳犬，嘴都不利索。罗威纳犬吗？别罗威纳，介绍名字啊，小泰迪。我这卷儿好像不够，现在。怎么叫沙皮？名字，有名字。你是不是瞎呀？那写着呢，自个儿看、啊。叫做吉林站，这个演员确实啊，这个可以了，可以。玩笑了，有点叫庆生平是吧？那勇呢？啊，您四个字名字，甭管能不能正经一点，开个小玩笑，说相声、哎、不得有俩包袱吗？哦，拿我开玩笑，拿谁呀？拿谁？你爱打谁？废话，拿谁？谁不打我呀？也就我不打他。哎，是的。德云社的一个相声演员，哎，我叫烧饼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是介绍我吗？你可以自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曹鹤阳，谢谢大家。我嫌我太激动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呀，很高兴啊，第一次来到吉林举办我的个人专场演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又弄这老套的包袱、啊、谢谢大家。怎么就是你一个人的专场演出了呢？那名字不写的吗？2024德云社烧饼空格曹鹤阳相声专场吗？德云社烧饼不是赞助商吗？德云社烧饼携手曹鹤阳举办的这场演出不是吗？好，我跑这儿花钱说相声来了。连字儿都没了，朱建峰。我看你要疯，什么意思？声太小了，开个玩笑啊，让大家伙呢能，哎，谢谢，能更一步的认识到演员啊，有道理。说相声大家都了解啊，刚才也介绍了，对，四门基本功课，哦，吃喝行，可以了。还是直接说正经的吧，说学逗唱，这是我们的传统基本功。对了，今天咱们大家伙都稍微正经一下啊，因为有优酷的录像，也不能瞎说啊，保不齐您就出现在会员里边了、哦、您就用您的会员看见自己了。有道理。我也是这个状态现在。啊，你也是优酷的会员吗？我也花会员看我自己。哎，我也是啊。这个都是这样啊，说相声讲究有点小包袱。对对对，要求演员说呢，嗯，得说得干净。那当然，尤其大剧场啊，说话清晰，吐字得规准多。你这就不怎么清楚、哎、啊。出我的嘴，入您的耳，嗯，甭管坐到第几排，哪怕门口的小商贩听不见啊，听不见。那您给我们大伙儿吆喝一个，吆喝不出来啊。就说说话干净，吐字清晰，这是应该具备的。要求演员不断的去训练自己啊，对。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大家都知道啊，八扇屏啊，哦，贯口，报菜名啊，对，绕口令啊，训练吗？不光我们说相声的，但凡用嘴吃饭的都得训练。那是个人都得训练，全都用嘴吃饭。没毛病啊。对呀、啊、这我说行业哦，以嘴为生的。对了啊，播音主持啊，啊，有道理，也得练这个。是像什么经常大家伙耳熟能详的啊，八百标兵奔北坡。对对对对、哎、北坡炮兵不没来。对，我胡说八道吧，开个小玩笑啊。怎么练相声演员有独特的方法哦，有技法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要求演员越是十冬腊月，越是北风林立的时候啊，出门就冷的时候，哎，那脸呀、啊、刮在刀，那风啊刮在脸上。优酷受累给我们剪一下啊。那风啊刮在脸上就跟刀子似的，可能刮到你嘴上了。消消我宽受。
我这前两天舔舔两个舔的，我说其实脸都冻僵了啊，这么去练，嗯，哎，要求出功。出过啊，就是嘴就是肌肉记忆。哎，对了，啊、拿一张 A4 纸 ，A4 纸对着这个汤汤汤汤四十分钟背下来啊，上边特别干，哦，一个痛痛点都没有啊，就是不喷。对了，啊、再看纸下边怎么着，都是冰瘤子，那不还是流下来了吗？开个玩笑，你老开玩笑，哎，说相声不开玩笑活不了啊。当然，相声也分、嗯，也分有好有坏。哦，哎，我这嘴皮就相对来说比较有劲，不信，真是啊。刚才那是没注意哦，没注意，那要注意了呢？注意就说得更不清楚。你看啊，八百，你听这声音了吗？啊、哦，八百。哎，对了，啊、说话讲究这个喷口，喷哦，得有丹田气。哎，对了，啊、八百遍，你看咱这声音哦，有发力感。哎，对，对发力感、啊，包得住。哦，包得住。八百，啊、哦，我小时候倒没训练，捧哏演员很少训练。对了，啊、嘴皮子有劲。哦，有劲呀，太有劲！我嘴皮有劲到什么程度？各位，我不是当您各位来这吹嘘，什么程度呢？真的啊，我这嘴皮子能防身。防身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吃那枣哦，不吐糊，不吐糊，嘴里边含着，啊，有什么歹人啊，要侵犯我，那得比你还壮的歹人才会侵犯你。啊，怎么了？就是有人要欺，就有人要侮辱你，不是欺负我，欺负要欺负你。哎，啊，别让他近身哦，发现不对，把这枣核衔到嘴唇这儿，嘴唇啪，怎么着？钉死他。这我好像在小说里看见过呀，这叫什么？枣核钉。嗯、哎、嗯，叫嘴里就这么有劲，哎，太啪就钉死他。那你还说个屁相声啊，你干装修去多好啊。嘴里塞把钉子，噗噗噗噗，你射钉枪都省了。一个比喻，一个比喻，懂吗？曹老师说的那么邪乎。哎，别老说人说夸大一点，您就还来这儿。不是你在这儿扑，你给人钉死，就说这意思，就该着让人侵犯你。哎，再一个就是学学，哎，就模仿。对了啊，学的多呀，学个什么天上飞地下跑的呀。哦、啊，哎，最主要学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演员学到最后啊，刻画人物。哦，这属于是模仿的范围。哎，对了，啊、对，演员模仿人物得掌握到精髓。精啊。细致入微。哎，对了，啊、上哪儿取材呀、啊？哪儿啊？生活当中啊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。哎，对了，对，我们观察事物比较仔细。哦呵，刻画的比较惟妙惟肖。哎呦，嚯嚯嚯嚯嚯！比如这个吐钉子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不都是通过那电视剧的包袱提炼出来的吗？啊，有道理，这是啊。那您具体的哪方面模仿的最好？就我模仿人物模仿的最细，模仿人物。那您这个表情是什么人物？就是有这么一类人啊。这样吧，咱也不问了，您给大伙宣传宣传自己哪方面最好。这样吧，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说相声的以说擅长啊，语言的艺术。今天咱来这个吉林了啊，咱给大家伙个别另样来一回。来什么呀？模仿一回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。对了啊，这是什么样的呢？也是根据真实生活观察出来的。哦，我们同学。你们同学？对了啊，小时候啊发高烧。哦，56度，高烧不退，然后还有点晕的乎的，对不对？56度太高了，不改酒了吗？正常人发烧40来度，反正就是高烧不退啊，给这个嗓音条件呀 啊就给烧坏了，嗓子烧坏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说不出话来，有点，哎，不是完全一点声都没有，哦哦，能发得出音，但是含糊不清，哦，也等于是沟通障碍有点。哎，模仿什么呀？哦，模仿跟人沟通这个状态的着急啊，想说又怕人不明白这个状态啊。这个您模仿的好。哎，太好了，给我们大伙儿来一回，我们看一看。我来这个。对，大伙儿咱鼓掌欢迎欢迎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您不利索，来来。行了，您这职责尽一半就得了。怎么了？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他不光说呀，这个光得发点音儿，哦，他还有专业的这个手语支撑着他跟人交流。手语我知道，手语我还真了解。会吗？相声演员什么样的朋友都接触过，手语简单的我都没问题。您说，我能给您翻译。可以呀。行啊。这个什么呀？这还用谁都知道。好，
这个呢，手语里的好上加好。啊，哎，这个猴子捞月，捞月往上捞啊。那您这这么多，然后顶好，啊，这就叫顶好。哎，您这，不，您一这能玩半天是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哎，那我考考你，您还会？我问你啊，这是什么？六啊？不对，这个是六，这个不知道。电话，你看人都说电话呀，谁现在还这么比划电话呀？谁都这么比划，哎，回头说，哎，咱见面咱打电话也不都这么比划？人不都说发微信吗？您是不是现在还用座机呢？我们就这么比划。那我们不这么比划，你怎么比划？我们都这样，有事啊？怎么烧纸啊？甭给我来这套，你这个猜不上来，下一个你还猜不上来，还有下一个。那当然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好啊。不对，这是翻盖电话。用过吗？您把家里边那点旧货往外卖卖吧，多生动形象。你看我们这还能上翻盖，现在人都用折叠屏了，这也可以折叠。好玩吗？你先比划这个，这是人话吗？那怎么了？我们翻盖电话，说整句的，你行吗？整句的，你只要会几个词，整句都能连起来。看这个，你来。这我猜不着了，这是一句陕西的方言。方言？哎，对了，这是你说的意思，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你是？手语都带方言了，啊，好，你这玩意儿研究研究嘛，研究，跟我玩方言了是吧？对，那我给你来一个，你猜一猜。没问题啊，看着啊，啊，你什么？不对，什么呀？你护谁？不就根据你那发掘出来？护谁？对，护谁？你这包袱不怎么样，你废话，这不越说越奇怪吗？这东西行啊，简单的基本上交流简单的我都没问题。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剧情。哦，还有情节？哎，当然有点情节呀。您说，好发展啊。嗯，这个两个人啊是一个地儿的同学。哦，同学就是发小。哎，对了啊，长到差不多小升初的时候，小学升初中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您呢，啊，很遗憾啊，就不在了。什么叫我就不在了？就走了，我走的是不是很安详？反正没有什么痛苦。什么？你的意思就是我离开这块了？对了，那就是搬家或者转学了。哎，对了啊，没过多少年，嗯，您突然诈尸，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诈什么，就是，哎，突然就回来了。哎，诈思其想，诈思其，这是个什么成语？我没听过，没听过这成语吗？诈思其想。对呀，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突发奇想的近义词啊。突吧，比突还飞快。哎，对，炸一下就，对，这成语是我三哥教我的，要不你跟三哥都没文化了。啊，行行，就炸思其想的，我突然就回来了。对，孔云龙教我的，炸思其想，啊，炸思其想，就是他被炸过啊。嗯，然后那个，你就回来了啊，我回这片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在街上这片住啊。啊，你是老街坊了。哎，对了，闲逛，啊，碰着您了。哦哦，咱们两个人聊一聊儿时的回忆啊，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。行啊，这可以自由发挥，这东西是吧？行吧，行行，没问题。然后您从那边来啊，我从这边来。嗯，啊，嗯，啊，我这一拍脑门就不能说话了。那怎么着？看您这翻译的了。哦，以我为主说啊。对，您我不行啊，我出音儿啊。一定给你演好了，你放心。好啊，放心放心。啊，演好了，行，没问题。来啊，行啊，开始。来来来。今儿没事儿啊，回我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。天哪，这片变化这么大吗？这边盖起一个大超市，那边盖起一个大商场，前面一望无际的停车场啊，变化太大了，我太激动，说话太激动了，赶紧
没词儿了，没词儿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心情啊！哎，你说话呀，曹老师啊，您是不是前两天清明没回去呀、啊？怎么说话呢？您收完钱往回去存了吧？不，怎么了？风没啊？你搬走了，彻底你们家这没有超市，没商场，没见过停车场。没有，我一时半会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谁们家人走大街，哇，小卖铺，哇，烧烤。不是，我只是不知道他改造完之后什么样，我就感叹感叹，我加点戏显得。您还是买一个智能手机吧，没事刷刷短视频，您跟外界多沟通沟通。不用在那阴阳怪气，你就说我怎么着吧。那表演太浮夸了，赶他们，这不是人物情绪自然流露啊。您来点布莱希特的接地气行不行、啊、你爱谁谁，我就演我自己，你就告诉我这话多是不是自然流露吗？哎呀，感慨那个心里边内心散发，让那内心行行行，歇会儿吧，行，渲染开始开始行吗？内心流露很自然，看见什么了我都不说话，我就演出来就可以了。 这演员表情都配上字幕了，看见咱能别这样吗？您这哪个正常人走大街疯了，下意识的赶他们，你不让我走。西伯利亚的刮风刮到吉林来了是吗？您让那股浪风又给抽上了是吗？行，那你说怎么着？正常人，正常人我都不带理你。今儿没事啊，我有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。算了，我又不想看了。这才是正常人的表现吗？这不是太个性了啊！好不容易走到这儿回去了，得碰得见啊，还得碰得见是吧？先费劲啊。没事啊，回我过去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，保不齐能碰见我的什么发小啊，什么狗屁朋友啊什么的。哎，无所谓。哟，这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啊，他不是我小时候那同学吗？跟他打一招呼。晚饭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？啊，行行，差不多得了啊，报复心理真强。差不多得了啊，老婆，别打！看见我就吐，我有那么恶心吗？再吐，咽去！这真恶心，哎呦，吐什么呀？我想想，阿巴鸡，阿巴鸡是什么意思？长起来的尾巴鸡，这尾巴鸡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，是，尾巴一步，尾巴一步一步鸡，猜不着了。就是咱们俩一块儿长到这么高的时候，我就搬走了。哎，慢着，对对对，尾巴，哎，慢着，尾巴鸡吗？你再来一遍，什么？尾巴鸡，对，我就去吧，对对，我就走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尾巴，滴滴啊，滴滴我啊，我是坐汽车走的。阿伯姐，对，阿伯姐啊，我这模样我就走了啊，我可能是睡着了在车上啊。拜拜啊，你送我去。阿伯姐，哎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睡着了吗？阿伯姐，对，他也说不出来。
啊，我睡着了，我知道。哦，我搬走你心里难受。他又说不出来，哎呦着急呀。我还哭了你。别过来，你跑这撒纸钱来了。哎吧你什么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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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家眼泪往上弹啊。行行，我知你这份情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个，当时我不知道这个。因为你啊啊，哎啊，对，那会儿怎么？哎呦，啊，那人得长长个，得变化变化。哎呦妈！哎呀妈！你感叹词不少啊你！哎呦，哎哎哎，哎呦，你是想起什么开心的事儿了？哎呦妈！哎呦哎呦哎呦，你啊，这是我。哎呦我就，这是你啊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就一步一步就，你的意思是咱们两个人分开了，不见面，嗯，有个五六年了，阿伯就，阿伯就是肯定的意思，阿伯就，阿伯就，记差了，那你，哎，那你。注意身体，少看那不该看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就咱们俩人分开不见面都九年了。哎呀，嗯，九年了啊，九年了，九年了。啊，不是再练了你就说出来了啊？哎，不，我小时候啊不啊哎呀，我这大腿啊胖。这人说话太浮夸，是我小时候是挺胖的，哎，不就，反正他的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我这大腿，哎，不就，跟房梁似的，哎，不就，不就，就是胖，哎不，啊，哎不，啊，我小时候这腰胖，跟房驼似的，嗯，对不就，啊，哎不，我，哎不，小时候，哎不，这胳膊胖，跟房柱似的，哎不就，哎，别吧，我小时候，哎，脑袋叮，跟蒜似的。您先等会儿吧，这么大身子，这么点脑袋，太小了，大点儿啊！行，改气球吧，别拍，别拍，都炸飞了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啊，我小时候，哎，是小时候有点胖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一百斤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小时候胖，现在瘦了，是为什么？阿伯就，你看阿伯就是肯定的意思啊。这我能解释解释，这跟我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。我是个相声演员嘛，全国各地到处演出，东跑西颠，累的。阿爸就，哎，一般就不一般，这个，哎，东跑，阿爸就啊，一般一这个，哎，西颠就不用学了啊。一般一的啊，这是阿爸就我几个亿啊，对对，说相声，对对对，哎对，哎对哎对对对对。啊，是这意思，开心嘛？对，哎哎，一百几，你意思咱们俩关系好不好？不就铁哥们儿啊！哎，好，怎么跟我借钱？哎呀，什么？哦，你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不就，哎，大不能说，这叫商业机密。哎，我们啊，一百几，呸，不是关系好？哎，那你滚，哎，那也不能我。那就这样，你问我，我说行不行？哎呀，我别张嘴。对，你问我一个月能不能挣上五千？啊啊啊！什么呀，五千？怎么啊？呸！咱不带人身攻击。110。哎。你就说不信不就完了吗？哪儿那么多话呢？真是这500。哎。那你想说什么？五万。我捋一捋啊，你想说我一个月能不能挣上五万？五万在你嘴里就是五万。行，我们都叼着骨头说相声啊。好，不是挣不了那么多，我们这小演员一个月也就1万。
那脑子上有个桃心，这烫着卷儿，那俩一个月5万。不能说商业机密，不能说。哎，啊，怎么着？啊，这工作确实挺好的。哎，你不信？就说到我这儿不就完了吗？你快说出来了啊！大肚子，这手啊，揉两个健身的那个铁球，哎，还吞铁球，吞，哦，还能吐出来，那是会真功夫。吞吞，俩都吞了啊，吞吞，哎，能吐出来啊。明白了，身高到我这儿挺大一肚子，好揉个铁球，这是我爸爸。不要在这会儿冲我微笑好不好？对，怎么着？你别急，我微信啊，你问我爸爸现在怎么样，你要去看看。哎，我微信，我微信，你不用去。我爸爸没了。没了，死了，怎么说？我想想啊，哎，看我，哎，看我，啊，烧了，火化，烧了，哎，啊，啊，哇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啊，身体是还行，哎，就是这么死的。吞了八个才拉出俩来，这事儿我们也没想到，疾病脑溢血没的，你别急，脑溢血啊啊，哎吧啊，哦啊，来吧来吧，啪，枪毙呀，该还该，你等会儿，脑溢血。你打哪个都脑溢血，打，乱枪打的不是脑子里边儿，砰！咱们脑子里有炸弹呀，是怎么着？脑溢血疾病没的，哎，你不信？又怎么了？对吧？你们因为记不记？什么？你再说？因为四五六，一米四五六啊！一遍我就猜着了，这回啊，行。你不信啊？这还是我。你不，同辈比我小。啊，不信。哗啦！啊，大卷头。哎，啊，哗啦！长睫毛。哎，这么长鼻子。嗯啊。啊，小鼻子啊。嗯啊。小嘴儿。哎。哦，啊，高跟鞋。吁吁吁！这就别模仿了。知道。这是我妹妹。爸。没有。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。我说不，这绝活不往下传啊，往下传。一不记，啊，你问我妹妹今年是不是27？哎，不是，啊，你激动什么呀？记差了，你都今年都28了。哎，啊，嚯，哎，对，哎。哎啊，对，28，对，哎，啊，你啊，你想说你今年是30啊？不是，谁问你了？哎，哦，啊，我是我妹妹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去干嘛干嘛？给我妹妹轰出去！哎呀，什么呀？啊，哎，啊，让我妹妹拍电影，不是什么呀？我没懂，我是我妹妹。行，行了，早看懂了。你问我妹妹结婚了没？啊，没结呢。因为想跟你，没戏啊！别做梦。哎，快，你有钱？哎 ，money。哎，这 money， 有钱不行，有钱不行。house 啊，好，有房子也不行。哎，滴滴卡卡，有车也不行。哎，我明告诉你吧，我妹妹要找得找个会说话的。我会呀，我去你的。
下面请欣赏相声《对春联》，表演者马肖胜、王世杰。给您换一场。哎，今天是好日子。哎，我师哥呀是专场。哎，我们过来助演。是。我们一上台呢，大伙儿是很欢迎的。啊啊，你看这就走了一个。啊，干嘛去？一上来就走，走好几个。说这事儿呢，哎，头都不回。干嘛去了呢？上厕所去了。是吗？是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看看去。哎，看你等。人上厕所你跟着干嘛呀？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嘛。您还不用确认了。不用确认了啊。怎么说呢，我师哥专场，我们过来助演。哎，大伙儿主要听我师哥。哎，是。对吧，我们这就属于什么，这就叫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这叫陪衬呢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我就没想到你这么好的词儿。这叫陪衬。哎，是。这叫助演。哎，对啊，我师哥这是怎么说呢，我们徒弟辈的佼佼者。嗯啊，你看这是烧饼。哎，对啊，烧饼呢其实是云字刻的。哎，是啊，叫烧云饼。哎，烧云，别烧了，人叫朱云峰。朱云峰，对了，朱云峰是云字科的。云字科有很多师哥都很了不起。哎，很多。岳云鹏。嗯，张云雷。哎，是。栾云平。啊，陶云胜。哎，对。关云长。哎，关，嗯，连云港。嗨，您这地名都出来了。带云吗？您后头那俩不是。云字科下边是鹤字科。哎，鹤。鹤字科呢咱们东北籍的演员有很多。啊，都有谁呀？你首先说曹鹤阳。哦，东北的。哎，东北的。谁喊的张鹤伦？张鹤伦的粉丝啊，张鹤伦的粉丝买票听烧饼。哎，啊，真可以。张鹤伦确实东北的。哎，对啊，曹鹤阳、张鹤伦，对，孟鹤堂啊啊，还有那个鹤子科的是吧。哎，鹤子科。鹤子科的那个玄鹤门。哎，玄黄鹤楼，啊，这俩师哥销量不小啊。因为怎么烟都出来了？不带也带鹤吗？那不是师哥啊。哦，那不行。哎，对，鹤字科下边是九字科。哎，九字。九字科的什么张九龄？哎，杨九郎、王九龙。哎，他尿回来了。哎，嗨，哎，你还挺快。您老盯着人家看干嘛呀？那几个小姐们呢？哎，还挺关心。那几个可能是排队呢。哎，啊，我刚才说的你都没听见吧？嗯，烧云饼。哎，那他，啊，不用从头说了。他不也买票了吗？嗯，这几个包袱人没听见。人可能厕所也能听到。厕所也能听见。嗯，啊？听不见，活该！谁让出去尿尿？嗯，听下边的，下边还有呢。嗯，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九字儿啊，九字儿了。张九龄，嗯，王九龙，是，周九良，嗯，杨九郎，哎，对，夏九流，哎，夏，啤酒瓶，哎呀，您越说越不像话了。还有白酒，没有，您后头说的都不是，都不是了。哎哎，然后呢，再下边就是我们这一颗肖字科了。哎，肖字儿啊，肖字科，秦霄贤，哎，啊，哎呦。没有了。哎，没，没有了。啊，就一个呀。就一个特别火的啊，就他有名气。这剩下的可能大伙都不怎么熟悉了，除了金霄贤还认识谁？哦，张小白。嗯，郭晓涵。哟，樊小棠。呵，谁谁你说的是不是叫王霄仪呀？啊，哎，王霄仪。王霄仪啊，王霄仪还谁啊？张潇霆。嚯，你都认识张潇霆？你是他们家亲戚吧？哎呀，张潇霆还有谁啊？樊小棠说过一回了啊。啊，李霄红。嗯，大胖子也东北的。李霄红还谁？人真不少啊。怎么就老也听不到那个想听的名字？哎呀，您想听的是啊？哎，马肖胜。哎，终于喊出来了，马肖胜。哎，就等这名字呢。可能大伙儿呢
也不知道这马孝胜是谁呢？啊，谁呀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嗯，鄙人就叫马孝胜。谢谢各位吧，嗯，我跟那些个演员比啊，比不了，哎，比不了，小演员，哎，小学员，是啊。介绍完我呢，对吧？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，啊，主持人那个，人家等会儿没对象，你这是瞧着人家了呀？他可能不太乐意。您介绍主持人干嘛呀？啊，您该介绍我了。介绍你，哎，到我了。你的名字不好听，我怎么不好听了？这名字挺好啊，好听啊！哎，您看，来，那姐们儿，你说她叫什么？你个骗子！哎呀，都不知道人叫什么就好听，我白期待了。嗯，我这名字挺好啊，你说说吧。我叫王世杰，你看看。嗯，哎，谢谢大伙儿，还鼓掌了，还鼓掌了。但是名字怎么了？不好，乍一听啊，可能觉着。也说不上不好，挺普通。嗯，仔细分析，你就知道不好的地方在哪儿。哦，您分析分析啊。你看王啊，嗯，王就是这个目无王法那个王。世，嗯，呢，欺世盗名的世。劫呢，乳腺结节的劫。我没好了，我王世杰就没您那么分析的。嗯，我这名字挺好。哎，也挺好。嗯啊，当然了，甭管叫什么吧，嗯，大伙儿来到这儿了，听我师哥也捎带脚看看我们，哎，也听听我们，哎，也听听我们，嗯，来了这么些位观众，楼上楼下的，我们轻易见不到这么些个人，哎，是这么些观众，因为我们都在小剧场演出，哎，没有这么些个观众，大伙儿都来听相声，有一个人来的，哎，有，有俩人一块儿来的，哎，也有，有男朋友带着女朋友来的。而且情侣有女朋友带着男朋友来的啊，有男朋友带着男朋友的女朋友来的，就是好带别人媳妇儿来呀？怎么了？没有这种情况，这么些人，你敢保证一个都没有？肯定没有。你看看，果然是有吧？真敢承认呢？当然了，我不是第一回碰见这种情况，我之前也有过啊。我最早啊，因为老在小剧场演出嘛，我在天津演出的时候，天津我们有分社，哎，是，嗯，我也问，我说哪位大哥带别人媳妇来的？天津大哥太厉害了，哦，蹭一下站桌子上，哎，站桌子上，冲着各位啊，做了个罗圈衣，哟，做了个罗圈衣，哎，挺有礼节，一堆天津话，嗯，各位，瞧我了，我是带别人媳妇来的，嘿，揍死我！边上那个姐们儿害臊了，哎，脸唰就红了，哎，脸皮薄，拿胳膊肘怼大哥腰眼儿，嗯，别吵吵了，别吵吵了，你再让我爷们儿看见，我爷们儿就在台上捧哏呐，我媳妇儿啊。你看这个骄傲的样子，当着这么些我媳妇儿啊，不是我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我这个意思就是，嗯，大伙儿怎么来的都有啊，保不齐的，对吧？哎，是都来听咱们说相声。哎，对，作为小学员、小演员也好，嗯，大演员、大明星也好，是其实学的时候都是一样。哎，对，都是这四门功课。哎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。嗯，当然了，你看我师哥了吗？学的就特别好。哎，刚才是学了一个哑巴。哎，对。为什么他学的那么好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呢，本身他就是个哑巴。哎，他就是个哑巴。您这话不对了。怎么了？他哑巴怎么能说相声呢？哎呀，说相声是为了掩饰他是个哑巴的真相，明白吗？这么神奇吗？掩饰的特别好。哦，那是是。哎，对了，当然了，光研究这四门功课，你就一定能火吗？啊，也不一定。哎，还需要有更深层次的。哦，什么更深层次？您我问问你吧。啊，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？啊，拼的最后拼的是什么？寿命。怎么会是寿命？不是说活到八十不死就是艺术家？活到八十不死就是艺术家？哎，对呀。七十九死了呢，就完了，这一辈子就完了。那他没赶上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不对。那依着您呢？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文化，对，我师父郭德纲
老这么教育我们。哦，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哎，是相声演员一定要有文化啊，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文化。嗨，啊，我师父大伙都了解。嗯，那是名人嘛。哎，对，对吧？什么学历？嗯，初中肄业。怎么初中还肄业？就是没念完呢。哦，啊，念到初二就不念了。啊，到初二。对，郭麒麟。嗯，他那个所谓的儿子。哎，是人家。什么叫所谓的儿子？就是他儿子。哎，你来的太晚了，啊，来太晚了。这里头还有事儿。对，郭麒麟大伙也了解，嗯，对吧？也是初中肄业，念的初二就不念了，说相声了。哦，学历也遗传。小儿子，嗯，郭汾阳。哦，郭汾阳刚上小学。是。哎，说了这么些个，我就告诉大伙一个事实。哦，什么事实？就是郭氏父子啊。到现在为止他就没见过化学书。还真是。哎，对了，当然了，我师父呢自学了很多东西。哎，对，学历呢他也不一定就等于文化，人文化水平高。哎，对了，当然说徒弟辈有文化的就很少。嗯，岳云鹏。哦，啊，胎教肄业。啊，这胎教还有意义。对，早产了。这哈，我以为没出来呢。早产了。我们队长张云雷。嗯，小学。小学。对吧？嗯，烧饼小学。哎，对吧？是。刚才在台上说了个什么词儿？诈思其想。诈思其想。哎呀，你这词儿，哎，你就问说只要说超过9年义务教育的绝对说不出这词儿来。哎，是。诈思其想，没听说过。在后来徒弟辈的，嗯，文化方面，啊，就属我了。哎呦，您文化最高。哎，说相声，我跟烧饼学。嗯，文化他得跟我学。那是，您说不出诈思其想来。对，他比我差飞了。哎呦，真是的。他们后台在文化方面扶我，给我送一外号。啊，什么外号？他们管我叫文子。哎。哦，你叫文子。对，你媳妇儿叫苍蝇，你儿子叫蛆。这个人呢，你是什么学历？啊，我大专。大专？不可能。哎，怎么了？你绝对没学过生物。这有生物什么事儿啊？那苍蝇跟蚊子，它怎么能生出来的蛆呢？它就不合道理嘛。这不得问你跟你媳妇儿吗？是是，蚊子不是蚊子。文子，文子，文学才子。哦，简称文子。哎，对了。哦，到咱这肚子了吗？嗯，没有别的啊，都是屎。不是，什么叫没有别的呀？都是能耐。哦，这叫能耐。仰知天文哟，俯察地理，中通人和，明阴阳，懂八卦，晓奇门之遁甲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未出茅庐，先定三分天下。这是您，诸葛亮。哎，您说诸葛亮干嘛呀？诸葛亮怎么样？哎，有能耐，有能耐。哎，对了，不如我。您比他强在哪儿啊？我还活着呢。哎，嗯，那是啊，他早死了。诸葛亮这么厉害？嗯，诸葛亮会斗地主吗？那时候有斗地主。诸葛亮会被报彩名吗？那他不会。完了，我会那能耐，他未见得会。哎，咱就说正儿八经的能耐啊。您这不叫能耐。我还说没说呢，正儿八经的能耐。啊，什么呀？走马观碑，牧师群羊。哎呦，那走马观碑说的可不是您。谁呀？说的苏秦，苏季子。苏季子。哎，他怎么了？他呀，就是说苏秦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道旁有一桶石碑，马飞驰而过，当场把碑文记下了，而且倒背如流，这叫走马观碑。你觉得他很厉害？那很肯定厉害呀。他跟我比，他就是弟弟。怎么还弟弟？我问问你，嗯，是马快是火车快？废话，肯定火车快。哎，各位，我能坐火车观碑。真的，咱们坐火车观碑，慢车都不坐。啊，那坐高铁。哦，从北京到咱们吉林啊，有高铁没有？肯定有啊。哎，对了，我特意买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。干嘛靠窗户啊？方便我观碑文呢。哦，还得观碑呢。哎，火车高速行驶，道旁有一桶石碑，火车唰过去了，碑文咱记下来了。啊，碑文是沈阳，倒背如流，杨婶儿。哎，嗨。
杨婶都出来。对，您那您说站牌子呀，这不算能耐，那比你都大，这 不算能耐，不叫能耐。嗯，牧师巡洋算不算能耐？那说的也不是您呢，谁？也是苏秦，苏继泽。苏秦他怎么那么厉害？嗯，他到底是德云几队的？哎，我想会会他。不是，他不是咱队里的啊，不是队里的。哎，对了，青年队的厉害什么？哎，青年。嗯，不是，他不是说相声啊。我都不是说相声，这是古人。哦，古人。哎，对了，说这个苏秦呀，去这个郊外游玩，然后山坡上有好几十只羊，放眼望去，当场就看出来有几只黑的，几只白的，照我差飞了。不是您怎么了？我去内蒙古自驾游，山上压压叉叉数千只羊，我数千只，扫了一眼就知道几只黑的，几只白的。哦，几只黑的，几只白的，没有黑的，全是白的，白茫茫一大片。好，就这个呀，嗯，是个人就能瞧出来？怎么是个人都能瞧见？嗯，瞎子就瞧不见，对不对？那是瞎子，他看不着。说话都不严谨。您这不叫能耐，这不叫能耐。哎，您有正格的没有？吟诗作对算不算能耐？哎，这是正格的。作对我最厉害。哎呦，我是逮谁跟谁作对。人没揍你呀？凭什么？那跟谁作对像话？作对联啊？您说作对联？作对联啊？我问问您，嗯，这个作对联的规矩您懂吗？你这话都多余问。嗯，还有我懂吗？是。我估计大伙都懂吧。对吧？那讲究是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雷隐隐，山花对赤日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横批平，大伙儿都会啊！你是不是干过传销啊？我这么大奇性，大伙儿都会，这没有什么。哎，您说您懂就行，懂啊。这样啊，我出个上联，您能对上来吗？来，啊，来，啊，行，您听好了，我这上联啊是个上上。哎，对了，对下，上怎么对下呀？这就反义词嘛，上怎么对下？嗯，你们家上对西南角，上可不就对下？您解释解释，上对下，啊，前对后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左对右嘛，方位词。嗯，行，您再听我这个，来吧。我上联啊是个天，对地嘛。那天对地能对上吗？天对地，雨对风嘛，大陆对长空，不刚背的吗？哎，就这，怪我了，怪我了。我这上联啊，盐醋，不是盐怎么对醋？各位，盐不能对酱，嗯，因为盐是咸的，酱也是咸的，齁死了，嗯。盐对醋，盐咸醋酸，知道吗？那我这上联有个好，好对歹，知好知歹，不能不知好歹。哦，是对炮，是怎么对炮？你知是，我拨炮，你跳马，我出车。哦，下象棋。哎，怎么样吧？不是，您别得意了。嗯，您呀上当了。怎么上当了呢？哎，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上联。什么上联？上天言好事。上天言好事，对，回宫降吉祥。各位，这叫什么？灶王对儿。每年腊月二十三，堂官祭灶，就贴这副对子。这边上天言好事，嗯，这边回宫降吉祥，横批吃芝麻糖。嗨，哎，啊，您这都不挨着。就这个对子，我奶奶四岁就教过我。哎，你奶奶四岁有你吗？我四岁就教过我奶奶啊。反正就这么个意思，你领会精神吧。不是，您刚刚不是这么对的。嗯，我刚刚说上，您对的是回宫讲吉祥嘛。我说上回宫讲吉祥，我一个上你就回宫讲吉祥。回宫讲吉祥嘛。你看，我说上您不对的下嘛。啊，我说上您对回宫讲吉祥嘛。老回宫讲一个字儿啊，回宫讲吉祥嘛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上你嚷什么？你嚷什么？你老生什么气？大夫说不能老生气，老生气容易得子宫肌瘤。不能老生气，我有那功能吗？我刚刚说上，您对的一个字是下。我说天地言兔好歹是炮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兔逮炮。这是人话吗？这一下地兔把炮逮着了，嗯，上去一顿猛抽。哎，我叫你兔上联是嗯。抽死你，抽死你！您别抽了，我感觉你仿佛在抽我。我没有仿佛，
不是你凭什么抽我呀？你说那个对联全说出来呀？哦，一个字一个字蹦啊，一块全说出来呀？您说说整句的嘛？哎，对对对，您听我这个，来吧，说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。听这个，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我绕口令啊？那那不就绕口令？不是绕口令，嗯，我这能解释。哦，解释说南通州，嗯，说这江苏啊有个南通市叫南通州，哦，嗯，北京有个通州区叫北通州，南北两个通州贯穿中国的南北，这就叫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。听我这个啊，您说，东当铺，哦，西当铺，东西当铺，当东西。哎，这还行，破包袱，烂包袱，破烂包袱，包破烂。还真有，您再听我这个，还有了，说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。说妈妈骑马，马慢，妈妈骂马。妞妞轰牛，牛拧妞妞拧牛。说舅舅驾鸠，鸠飞舅舅啾啾。老了喝唠，唠唠老了唠唠。说小偷偷偷偷东西，我不不不不不敢管。嘿，我这小偷他来一结巴，有文化。哎呦，有什么文化呀？您，嗯，这样对上完了，我给你来个绝对儿，绝对儿啊！说完就死。哎，是，好绝命的绝呀！嗯，就我这对联，只有上联没下联，不可能。哎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了？那个话你都忘了啊？什么话？孔子曰，苏东坡说过，天下无语不成对儿。不是，您这到底是孔子说还是苏东坡说？我告诉你们，苏东坡说，啊，天下无语不成对儿。那那个子曰，子曰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啊，孔子还肯定一下。嗯，哎，您听我这个，你也听听。啊，说琴瑟琵琶，啊，吭哧瘪肚。哎，吭。水当尿裤。哎呀，您雾渣渣。哎呀，您别说了，您这对不上。不都四个字吗？有什么对不上？不是光字数，您看我这四个字啊，琴瑟琵琶，嗯嗯，都是双亡头，哦，偏旁部首都一样。偏旁部首得一样。您那个也得一样。哦，都一样哈。啊，那上联是什么来着？琴瑟琵琶。琴瑟琵琶。对，我跟你对，膀胱肿胀。啊。要么都月子边，月子边还真是，哎，都是月子边。哎呦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没说完呢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完了，说琴瑟琵琶八大王，王王在上，你解释解释。哎，你看琴瑟琵琶，啊，四个双王头，一共是八个王，啊，这就叫琴瑟琵琶八大王，王王在上。我给你对，膀胱肿胀，四个月下不了床。哎，我去你的吧。